的地界出签啊？知道这是哪儿吗？大赌场。对喽，这就是英租界的远大赌场，我史双灵的地盘。敢在我史双灵的地盘上出签，我告诉你，打开业到今天只有五个人，没有一个留全尸的。师爷，师爷，我错了，师爷，饶命啊！师爷，师爷，你大人有大量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刚才是一时酒醉，我喝多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师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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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俩见过了，你记得吗？在我们那个英雄赌场里边，您去过了。我是红三的兄弟，您还记不记得我啊？我说我看你眼熟呢。你是红三的兄弟啊？啊，是是。啊，那你也是永兴公司的人啊？对啊，我老板是霍天红。啊。霍天红啊！哎呦，你拿霍天红吓唬我，拿霍天红吓唬我？没有没有，是我不敢，我不敢，我不敢，啊，不敢。不过这红三的面子呀，多多少少得给点。那这样得了，今天呢，你这小命我就不要了。谢谢师爷，谢谢师爷，谢谢师爷。哎，你那手抬起来我看看，我看你这手啊，你就不是初犯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样得了，按照赌场的规矩，我给你打个折扣，就剁你三根手指头。哎，不要不要，师爷，我求你了，师爷，师爷，我求你了，师爷，你大人有大量，你放过我，我错了，师爷，我求求你。你求我也没用啊，规矩它就是规矩。你看啊，要把你这根手的三根手指头剁掉，你的手就成这样，这也太难看了。哎，要不这样的，我给你搞个平衡，一只手上剁两个手指头，那时候你那手啊就是这样，你看看这两款你是喜欢哪款呢？师爷，师爷，我错了，师爷，师爷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师爷，我下辈子做牛做马就算是我心里欠你的，师爷啊。你欠我的不光是三根手指头吧，这是你写的借条。怎么输了这么多钱呢？你怎么输的呀？师爷，师爷，你让我做什么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我都做，师爷。嗯，那简单，三根手指头加上这笔钱，换你在这个转让凭据上签字画押。转让什么呀？英雄赌坊啊。不行，师爷，这我不能签，我不能签。那剁手指头呗。哎，不是，我不签，是我签了没用，这英雄赌坊我说了不算，师爷。算不算要看你跟红三的交情。我实话跟你讲啊，你那英雄赌坊我根本就看不上，我感兴趣的是你跟红三兄弟俩。我要的不是赌场，我要的是管赌场的人。跟着红三是红三，那他的事情我也做不了主啊，是不是？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？剁！我签。
去哪儿了？还能去哪儿啊？齐老板把字儿都签了，当然是跟我们去收毒坊啊。十爷，十爷。后悔了？没有，没有。是谁这么大胆子？放下！放手！敢在这儿撒野？赌王的脾气不小啊！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手下败将啊！快走！哎哎哎！救我！救我！哎哎哎！别别别！为什么打人？你问他呀。不说啊，好，我替他说。昨天晚上这小子在我的赌场出千，本来我应该砍掉一只手，因为是老相识，我给他留了一碗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把你们的英雄赌法输给了我。哎呀，我说师爷，这英雄赌坊的老板是红三，不是他麒麟说输给您就能输给您的。哦，我不管这家赌坊的东家是谁，我也不想知道这小子跟红三是什么关系啊。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这是这小子签字画押的契约。哎，我们八股党向来都是讲道理的，不是我们的我们从来都不要，是我们的你们就要给我。麒麟，这字儿是你签的吗？怎么样，都看见了吧？准备好迎接你们的新东家了吗？这麒麟是麒麟，红三是红三，你可别忘了，我跟红三之间的事儿还没搞清楚呢。这赌坊到底姓红还是姓林也没说清楚呢。师爷，您这如意算盘算是打不响了吧？那是谁？这手砍下来！哎，别！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哎呀，小家伙，想动手吗？也不看看你们手里有多少筹码！敢赌，我们就不怕输。红三的手下跟红三一个德行。不知死活。